你修行千年，因何了往人间？用你解水难。为了报答兄弟你的恩情，所以才变成天师的朋友，并非故意要来撩乱。帝王宝贝，这是玄天，将人背弃，十分的代数。你是三几年要来报恩，哪来要来问你？你要报大恩，也是报小恩？什么观音代数？这是我无算到。若是报大恩，替伊千年道行，在凡间为人，令得你轮回自苦。就是小恩嘞，小恩。既有三皮稀烂，留在丢得的辛苦边，帮助伊上家户口了后，再回西京啊，以我修行。自我修行以来，就是向公爷当上古天爷爷上仙拜年。你来一举两得，可是我来是当帮助丢得，可是家小一官也是心烦意乱，万年大数。我要报仇恩，替我三皮流难呐！既是你这么愿意，那呢？爱忍受，好好，将天将地。